咁最後呢只歌咧，同以上嗰八隻咧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以上嗰八隻咧都係平子喉對唱嘅歌，但係今次呢一隻咧就係雙子喉嘅歌啦。咁個故事大家都好熟悉嘅，水漫金山，即係《白蛇傳》裏邊咧，阿白素貞為咗救阿許仙咧，去水浸金山啊，咁啊青蛇咧就梗係幫佢手啦，係咪？大家係一場好姊妹。咁為我哋演唱呢只歌嘅咧，就係尹仲華同埋阿趙麗冰。咁啊，白蛇嘅咧就係趙麗冰，青蛇嘅咧就尹仲華。不過佢一行出嚟咧，你就自然分到噶啦，邊個係青蛇，一眼就見到噶啦嚇。好啦，有請兩位《水漫金山》。Oh,
是了结前世。Yeah.
竹筏推炭，靠着龙王心正，倘若再出言相劝，从此艰难已断，姊妹情望断。